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哋又嚟拍超人嘢，见到个变身器冇错，开埋最新一 set 卡，第五弹，正面就系咁嘅，有咁多个六兄弟超人，吉田七号、太郎、Jet、佐菲、Ace， 背面就系咁样，又系讲啦，有唔同嘅颜色灯啦，放落把剑有其他特别声效，仲可以放落游戏机度玩，事不宜迟，即刻打开海，打开咗，即刻攞啲卡出嚟。入边咧就系咁样，有超人吉田，有超人七号，其他就冇咗影。首先我哋第一张讲嘅就系第一个超人，超人吉田。啱啱咧佢仲有套电影上添。咁有卡就梗有公仔啦，公仔就喺呢一度，编号就系第一零一号，出边都好难有。事不宜迟，即刻试下佢嘅声效。下一张就是超人 Seven， 正面是这样的，背面是这样。我之前都开过那只公仔的，这里。他就是超人 CEO 的爸爸啦。他们两个就应该有个组合技的，我迟些试一下那些卡。好，来啦，现在试一下 Seven 那张卡先。比较短啲喎，声效。好，之后再下一张，下一张就系超人佐菲队长，咁都喺新电影度出场，但系个颜色系金色嘅，公仔就喺度。编号就是03，本身是有一粒粒，我还买多了一只添。好，我们一起听声效啦。咁俾大家再睇清楚多一次嗰个公仔张卡，系咁嘅。下一张就系超人 Jet， 个样成日都好俾人哋捞乱咗，吉田咁有佐菲嘅，个颜色真系有少少似啊，个头嗰个造型。公仔咧就喺呢一度，编号咧就系04。咁俾大家再望清楚啲三隻公仔。個頭完全差唔多一模一樣嘅，係個身少少花紋唔同。好，我哋聽下聲效先。咦，入唔到，再嚟多次。
下一张就是超人泰隆，背面是这样的，公仔呢就在这里。編號呢就是06，他就是超人爸爸和超人妈妈的仔，现在成为了最新的大队长。好，我们听一下他的声效。到最尾就是超人 Ace， 背面是这样的，头型都挺革新啊。公仔就在这里，在那时算是很大胆的创作来的，光线大师之称啊，他出很多不同类型的光线攻击。好，而家听埋个声效。今次的六张卡全部都开晒，六兄弟终于齐晒啦。我最期待呢就是超人泰隆啦，咁可以试下超人爸爸、超人泰隆、超人泰加三张卡会唔会出个新嘅合体技。咁仲当然仲有超人 Seven 同埋有 Zero 啦。趁而家咁人齐，咁我哋再重温多一张卡。张卡就係呢度，超人吉田係限定版卡嚟嘅。就着咗个袍，咁我哋俾翻个袍俾个超人着先。好，就系咁啦，着咗我快啲搣个牌住，迟啲先搣。咁啊，衬翻呢度一样，再播埋个声效俾大家听。今条片就嚟到呢一度，下条片再试下唔同嘅组合咯，下次再见 ，goodbye。